接种新冠疫苗是不是只是为了可以去喝茶或者去探下酸呢？其实不是的，接种疫苗呢是保自身，是保你自己的健康，减少你染上新冠病毒的机会。同时，就算染上了新冠病毒，打了针的长者呢，患上重症啦、入医院啦、入深切治疗部啦，甚至个死亡率呢，都可以大大降低的。